我想再看一遍。好，想听。这首歌你喜欢吗？它的名字叫《上学歌》。上学歌。我知道。这首歌的歌词是一首很有趣的儿歌，就在我们的语文书里。这个就是。那接下来、啊，我知道。老师朗读一遍，你们要认真的听。上学歌。上学歌。太阳当空照。太阳当空照，先听老师说。我长大要立功劳。呀，学们，我们在读这样的诗歌时，读完一句呀，我们就。今天算是我家老二的第二天隔离吧。然后早餐的时候是一大杯那个含丰富含高铁。含高钙还有维他命 D 的那个燕麦片加牛奶哦盐 OK 我老公说今天也给 老大又特加了一瓶那个维他命 D 然后他的午餐就是我给他煎了鸡蛋然后煎了西红柿片还有煎了几个太无聊了是吧就抱着 iPad 看哎呀你是放假了这段时间随你吧你今天感觉怎么样？还好。还好是吧？你听，咳嗽好多了是吧？嗯。还是有点鼻塞，对吧？什么是鼻塞？鼻塞就是那个你的那个鼻子啊，不能呼吸，就是呼吸不畅。就像现在这样，就是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是觉得你的鼻子不是包的油吗？就是那种感觉，就叫鼻塞，知道吗？就是呼吸的时候呢不顺畅就是感觉像什么东西把你的鼻孔给堵住了知道吗嗯看一会儿去睡觉吧啊早点休息把水都喝了吗嗯水都喝光了没都喝光了你全喝光我去给你拿新的水再见吧嗯还有点鼻塞是吧也不发烧就还有一点点咳嗽还有一点点咳嗽睡觉之前看一会儿杂志吧看一会儿宝可梦杂志今天是不是在那个还学了那个我是小科学家对不对行了赶紧睡吧妈妈下去照顾老二老三了奶奶奶奶奶妈妈 love you OK bye big spider big spiderIt's not loud, it's not loud. Yeah. Baby spider. Can you look at it? Can you see it? Baby spider, Albert, come. Yeah. Yeah, on the light, look. Baby spider, look. Oh, there's a baby spider here. Don't shut. Hey. Come on, bedtime. No, no, bedtime. Don't someone over there. Daddy, bee. 对，我知道你也看到了，是吧？睡觉吧。嗯。睡吧，我下去叫下去抱老三。娜娜 spider， 晚安，大蜘蛛晚安，刘丽轩晚安。Nine spider， 就睡觉啦。Nine spider， I walk downstairs alone, mommy。好了，我下楼了。Together， daddy。What？ To go downstairs。Yeah。Just let Albert go to sleep by himself. 哎呀，自己一个人躺乖乖的，自己就自己。刚刚是不是就自己在楼下躺乖乖的，坐在你的摇摇椅里了，是不是啊？刚才就自己坐在摇摇椅里了，对不对？旁边都没人，哦，是吧？哎呀，你可真棒啊！那小脚丫露出来一个，咦，小青蛙，小青蛙，小青蛙。李锦彤，你真乖，你真是妈妈的好宝贝，是妈妈的好宝贝，对不对？哎呀，你们每个都要健健康康的啊！嗨，要睡觉了吧？妈妈好开心呐、啊，哥哥好多了，妈妈好开心，哥哥好多了，哥哥不怎么咳嗽了，
一直动也不会发烧，就现在有点鼻塞的症状，嗯，也不咳嗽了，挺好的，嗯。